是不是安尼？我唔对，我变啦。人总是爱慎重的，袂当一世人匆匆忙忙。罗秘书讲我无唔对，叫我退后。慧瑶，你千万袂当误会，我是软弱。只是这段日子以来，我愈来愈发现咱的亲人拢死啊无单纯，咱一定要调查清楚。 袂当甲想要报仇，咱也无恐惊会留下永远的遗憾。阿勇，虽然我无赞成你讲的话，也毋过我袂当反驳你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暂时忍耐，也毋过。也毋过，你感觉对谢惠娘娘有所亏欠对无？阿勇。 虽然你的外表改变了，也不过你善良心永远都无改变，所以我真了解你今麦为甚物代志你艰苦。阿勇，我到底应该安怎做才好？别项代志我唔知啊，但是谢惠娘娘这件代志，我感觉你应该要看一下，亲身来道歉。好，我会考虑看卖。有人来啊，我们来走啊。 叔，微信寄过大大红烛，说，阿弥陀佛。嗯，大大红烛，微信是有代志，要请大大红烛斗相共。嗯，诶，是讲，听下，诶，回去我拄仔敢若有听到你甲一个穿红衫白塔装的查某囝咧讲话吼。诶，叔，无毋对啦，迄是外妖，也毋过伊无想要见人，所以先走。对啦，国叔，你来找我什么代志？是为着阿秀的死因。阿秀的死因。 告诉，你查出凶手是啥人？是一个农夫。嗯，这个农夫哦是受人所属的，即卖已经叫杀人灭口。我唔对，也唔过我伫农夫的背后发现一个手印，我判断这是通天教高手所为。通天教，敢咪是？哦，那阮的药哦是药主送，啊唔过哦马上就确定了。 所以吼，才想要请你斗相共去甲阮调查一下。叔，无问题啊。虽然我是通天教的人，也毋过我绝对袂温准通天教做出任何伤天害理的代志。做你放心，这件代志我会去调查。多谢大大红烛。阿弥陀佛，有做甲你加持。阿姐，阿姐，莫阁看啊，送你查着。哦，查着啥物？ 不是白某的要杀阿娘，是我的师父派白某的要杀梅太医，结果白某的这个无势哩，去误伤阿娘。师父，沈万三，奇怪，咱之前无偌久才甲沈万三提起要追查梅玉林失德的代志，谁那沈万三在还没查明代志之前，就要杀死梅玉林？敢讲你这个师父，甲梅玉林失德的代志？ 有任何的牵连，阿爹，宋丽嘛咧怀疑。宋丽，虽然我是你的师傅，也毋过我确实感觉伊有问题。你找一个机会去探一下恁师傅的房间，我是不是会当找出啥物秘密？好算，代志愈复杂，就会愈好算。阿爹，宋丽即摆谁来？ 师傅，别过来！
是在创啥？做，得做干嘛真惭愧。我无应该误会我，今日来遮是专工甲我也好回信的。我既然甲讲开，误会解释清楚，安尼就好，莫为着这代志在那牵袂清啦。咱还佫有真重要的代志要办。对，咱佫有真重要的代志要办。地主一定要听师傅的。师傅啊。 有代志我先告听啊。军风阁，阿爹，军风阁是甚物所在？军风阁是苏州上大一间医院，也毋过，谁那军风阁会有媒体伊的画像？ 阿爹，你看，这店面有赛鸟军的落款，敢讲这个梅太医过去是伫军方阁做外戏？赛鸟军，那真是安尼，就真正让料想袂到，料想袂到，就想破。 宋礼，即马都来苏州查后清楚，你这死囡仔煞毋知影你要借这个机会去苏州佚佗，这是一定爱的，又毋过毋是即马，我想，台面调皮来放电，我绝对袂伫这时阵贪人面相。哼，总算是讲一句出脱的话，好，你去调查，紧急警回，是。 秘书啊，迄个新满山来啊，奇怪，来两个重量，哦，请你来。
多少啊？我知影吼，今麦甲你讲遮吼，时机无啥久啊。啊，不过新万三会来吼，但是绝对无遐尼单纯。你要先看卖，你到底想要创啥？啊？啥？撇文，我是来甲阿秀念香，想袂到自古红颜多薄命，好好一阵。喜事出来变丧事，你都爱真爱。新万三，啊，你是诚心诚意要来祭拜阿秀，还是来遮空嘴布施的？个别师父，人讲出家人不打公务，你出嘴就甲我口舌，未感觉受冻脱了。啊，甲是为不打公义，那咧我讲的都一定是事实啦。佮再讲，我为你的目睭，我都看会出来。你毋是诚心要来祭拜阿秀啊？你是想要来遮探听一挂消息，对无？高兵师傅，你实在作爱讲酸笑咧。伫阿秀的认为进前，我是会当探听到甚物咧？这人吼，有分两种，一种哦是性本善。啊，一种是性本恶，啊，若性本善的人吼，看过较久吼，都拢未感觉善；啊，若性本恶的人吼，花想我目睭来甲瞄一下吼，我面都乌去啊！阿国师，阿秘书，饮茶啦。新万三，哎呀，新万三呐！伊在倒位？伊伫大厅。这个新万三竟然这好胆，来个这。柯秘书，阿爷目睭叫人叫人去造谣。你是讲新万三哦？嗯。嘿啊，是讲伊来告师傅到底有啥目的啊？其实我感觉这个代志哦，无啥对等哦。阿草，嗯，你的手安怎？无啦。你甲我讲，拄好你看到新万山，奈突然间这么紧张。我无讲你唔知啦，迄个新万山哦，就是要杀我甲我阿娘的人啦。当初阿秀阿秀好一张阮媳妇，我甲我阿娘早都无命。我咧想哦，甲我阿娘抱咧山迄个黑衣人，绝对甲伊有关系。有这种代志，你甲恁阿娘、甲新万三到底有啥物渊源？伊啥要害你？我嘛想无啊，我本来也总讲伊是一个大好人啦，谁知伊脾气这歹，发脾气就脾气，佮三万两钞票我死了。袂，袂用互云姨知影，新万三有叫阿草摕字条给我，安尼到时阵我是要安怎解释？对啦，你唔知影，伊迄阵啊，你拄只手是毋是佮挂着？有代志无？无啦，这淡薄工作尔，废水嘛就好啊。系啊，我正好知影拄啊新万三哦，现在赶紧要走。郭秘书，什么意思？啊，
阿草啊，唔是叫迄破鞋杯啊挂着，啊，新万山嘛，都计啊真好心安尼，去看伊的工作。哦，伊这个人吼，法术遐尼高强，我惊伊哦，可能是要摕阿草的血去做啥物歹代志。你讲得对，虽然即摆上重要，也是保护阿草的安全。虽然咱袂当确定新万山会做啥物代志。 也毋过咱必须爱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哦，今夜咱就来做法，保护阿草。老姑叔啊，听你安尼讲，阿姨的心蛮真，就真正要害我。哎呦，怎嘛啦？我出来等啊我。草，你放心啦，阮大家拢会甲你保护。对啦，草啊，有老姑叔伫咧吼，你绝对袂有代志的啦。 我到底是不是应该去找四惠娘娘，甲伊回实嘞？既然来啊，我就去讲清楚。徐丽哦，你来这创啥？四惠娘娘。 我是专工来看你的，唔知你的伤够要紧。无啥啦，小可来伤，休困几工就好啊。安尼我就放心啊。小花娘娘，其实今仔日我来遮，是要甲你回信的，请你原谅我，我唔是调岗要甲你拍着伤的。哎呦，我嘛知影哦，你唔是调岗要甲我拍着伤的啦，啊是讲。 你是安怎要对阮妹太医哈？其实我是有苦衷的，对姥姥夫人动手，是阮师父的意思。师父伊过过我，佮交我武功，我唔敢讲自己，所以，小妹娘娘，甲你拍着伤的代志，我真袂得过，请你原谅我好无？哎呦，袂要紧啦，我看会出来，迄天哦，你毋是心甘情愿的啦，若无你出手就袂遐尔轻啊。 代志过去就准拄煞，好啦好啦，我原谅你啦，来来来，坐啦坐啦吼，来坐啦。嗯，小花娘娘，我想要讲，你真是我的原谅我，多谢你，安尼我就当放心啊。哎，月瑶啊，我看你哦，我一看到知影你是一个心肝善良的查某囡仔啦。对吼、哦，迄当初阮苏里有讲过呢，伊要娶你做新妇，结果阁无成，啊。 我够可惜的，新婚娘娘，姻缘这款代志有因，没有缘啊，可能是我甲祖宋无这缘分，这是我都免讲的。你安尼讲嘛对啦，之前的阿秀嘛讲要嫁给阮宋丽啊，结果也无成啊啦，就参照你讲的啦，因两个人哦是无缘啦。啊，我搁想想哦，我嘛感觉是足奇怪。 我这个宋丽哦，人生了缘投，啊身材阁好，迄头壳阁翘，迄武功阁悬，这么好的人，啊是安怎伊的亲事哦，一直都讲袂成呢？嘿，想无呢？小薇娘娘，拄则你讲到阿秀姑娘，我听讲，是啦，阿秀走啊。 阿秀这个查囡仔遮尔好，你知影无？之前我甲阿秀哦，就亲像是母仔囝共款的，足有话讲的。即摆伊就走啊，就无人甲我讲话啊。啊，不过好佳哉，你今日来有人甲我讲话，我即摆也心情哦就较好啊。多谢你哦，小花娘娘，你若着遮尔客气。 你若是需要人讲话，月瑶会当定定来甲你做伴。真是哦，哎呦，好，那安尼哦，你会较接来的呢。嗯，还是查某囡仔好，查某囡仔哦较体贴、较大心嘛，较会当讲心内话。哎，你知影无？迄当年哦，我伫叫是我腹肚内哦是查某囡仔啦，啊结果咧生出来是祖宋这查甫的啦，啊毋过。
最近这个梅太医哦，来跟我讲一挂奇奇怪怪的话，害我搁开始怀疑，我到底生的是查甫啊查某的？唉，真想不呢。哎呦，哎呦，你看啦，啊，告诉你讲几包哦，我今麦才收到呢，我已经几落工拢无看到伊啊，啊，唔知这个死囡仔是搁走去倒啊？松离，你已经回来？拄才才回来，脚床还袂坐烧，冷冰。是白黑烧酒，敢有查到啥物？无。未哪有可能？当然有，而且是天大的消息，我若讲出来，还给惊死。听你讲啊，这么严重。好，讲出来给阿爹听看卖。好。这边送你去苏州，我才知影，原来过去梅玉林伫咧苏州的军红阁做过挂机。啊，你是卖看伊即马误会哦？过去伊是真切，伊还佫有一个花名叫做赛将军，正是有这种代志。原来过去梅玉林伫咧苏州的军红阁做过挂机，啊，你是卖看伊即马误会哦。过去伊是真切，伊还佫有一个花名叫做赛将军。正是有这种代志。这是当然啦，阿爹，我感觉这个梅玉林真是无简单，竟然有这种让人料想袂到的身份。想袂到这个梅太医看起来这么正经，竟然有这段外人唔知影的过去。安怎，阿爹，敢有甲你惊死？就是囡仔，这惊死你的外爹。真正是一个好消息，松离，这摆做了真好，这是一定的，我想松离。我伫想，若是我伫咧上朝的时阵，伫咧文武百官还佮有粒正外面头前，甲串一件代志，到时阵老朴的唔知有甚物款的表情。当今大明朝的国事，伊的阿娘是过去军方国的挂机，安尼到时阵我一定爱问他伊，当场献唱一首曲，我看卖啊，伊当年是咧唱安怎？若是满朝文武拢知影梅太医这段见笑代，我看老朴阮这个国师的位置是要安怎坐落去？有够凶啊你！阿爹，照安尼看，你又够好主意些。先要挂上，嘿。哦，嘿，老哥说，若无意外，这是一字三。我唔对，这三代表有可能是地点，嘛有可能是时辰，嘛有可能是人。那是地点甲时辰哦，回想我是唔知是啥。啊，不过那是人名哦，安尼应该就是新万山。郭秘书，你讲了无唔对。照你推算，新万山甲这小连帅的代志，一定是有牵涉其中。那安尼这个代志，咱要哪处理？咱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，
我想，卡做今夜新万山来对我阿草，来表示伊甲这个代志绝对脱不了关系。 既然是乱说的查囡，那安尼无得卡，阮玉玲讲的是真的，乱说也无事，而且已经甲郭师傅迄阵人甲做伙，不行，绝对袂好乱说，甲阮玉玲破坏我的代志。 阿草的血，我得当施展疑心制魂大招，控制伊的心灵，将罗雪对郭师傅给引出来，然后将温玉林一棒打尽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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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会想我，一定会保护你。你哦，就好好坐在电话内面，莫乌白叮当，走无？别惊，坐好就无代志。阿嫂，坐好，定心静气，我要开始做啊。哦。若是讲哦，有必要的时阵，我一定站出来啊，甲你保护啦。你，哼，啊，你也做我你啥？人
是老国事，啊是大概事。我讲得对无？好心无好报。老国事，这新满山哦，现在要用疑心这份酒来对阿草，我非常我是来想无呢。疑心这份酒是一种邪酒，伊是要利用人的血来施法，那咧施法的人，就会当控制迄个人的心智甲行为。老国事，啊你讲迄个新满山，伊想要控制我，啊控制我要创啥？阿草，我嘛唔知新满山伊控制你到底有啥目的。啊，不过有一件代志，咱确定的就是啊，这新满山哦，佮已经出手啊。那呢，绝对有伊目的。至少咱通证明，新万山甲你小连帅代志绝对有关的。为了阿秀，为了阿草因阿娘，我要甲这所有代志查一个水落石出。看起来新万山已经无法度忍耐啊！我是不是应该甲所有代志拢甲温妮讲？阿勇，你对我真好。三八，我无要对你好，要对谁好？阿勇，多谢你关心我，嘛多谢你叫我去看四姑娘。哎，我要，这有啥物好说多谢的啦？奇怪，你哪搞勒数啊？你是安怎啦？我嘛不知为虾米。今仔日我心肝内有真侪特别的感觉，可能是因为看到失火娘娘，我常常想着阮娘家，想着我甲你熟识的日子。阿瑶，虽然发生这个代志，也毋过你一定爱会记，我阿勇啊。一世人拢袂甲你放袂记。阿勇，你敢知影？是惠明明是一个完全无心机的人，甲伊做伙会当完全感受到伊的真心。顶界我有这款感觉的时阵，是我阿爹阿娘过地的时阵。我要。你跟我做伙，嘛同款会当遐尼放心，遐尼同款要用心机啊。我不过现实，煞无阮像我安尼做。阿勇，你是对我上好的查甫人，啊，不过是火娘娘，伊好亲像阮阿娘同款，有一种母亲的温暖。也是真好笑，才看几届尔，我竟然替伊跟我阿娘做比拼。阿瑶，我嘛是同款，想当初我才看你无几届，我就决定要照顾你一世人。我知影，在太久迄段时间，我一世人永远都会记得。好啊，多谢你听我讲心事。你咧，最近有啥物烦恼无？烦恼？有啊，有一件代志足烦恼的。啥物代志？我烦恼吼，无法度逐天见到你。好啦，讲正经的啦，我最近吼有一件代志足烦恼的。阿秀姑娘去用台死，台死的凶手嘛去用台死，而且这凶手背后有一个手印，告诉讲。这个功夫，参像咱通天教的人做的，也不过我真正看袂出来啊。日日夜夜心思念，千年万年袂变卦。你是我生命中唯一的。浓水也有回头时，歹行会出头天。
阿秀姑娘向台死，台死的凶手嘛向台死，而且这凶手背后有一个手印。告诉讲，这个功夫参像咱通天教的人做的，只不过我真正看袂出来。有一款代志，看起来通天教内底，阁有真侪咱唔知影的代志。所以啊，告诉拜托我来调查。只不过我唔知要对倒开始啊。阿瑶，你定去通天教内底，你当替我注意一下无？通天教到底有偌济代志，是我唔知影。师父到底有偌济秘密在隐瞒我？好，阿勇，我一定会去调查。阿瑶，多谢你。阿娘，你明仔载就要回去清殿啊，一顿饭。是为你准备。老夫人，你到真是要等伊清茶？我是无伫个，我都已经减一个姊妹啊。即摆连亲像我安尼，你嘛要离开我？操！我嘛真唔甘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有一定爱离开的理由。啊，是啥物？一定爱离开的理由啊？无啥，阿娘，你老来莫走，福海你好好友好你好无？父表在，不远游。我正是为了大明朝，已经离开你真久的时间了。我今晚想要好好珍惜亲情，你老来，好好好友好你，好保守你好无？阿弟。我乃无想要甲家己后生做伙，啊，不过我真正是袂当留落来。哎呀，老夫人啊，你安尼哦，伤现实啦。什么现实啊？讲唔对哦，你来应天哦，就着要来抱孙的，啊，怎啊无孙通抱，你着要走啊？啊，刚刚像人咧讲的啊，不孝忧三，无孝为大。所以你咧怪老国师啊？啊？不是啦，不是因为安尼。嗯，啊，无是为着啥啦？我真是有苦衷，我袂用得讲。老夫人啊，啊，你心内若是有代志吼，啊，就讲出来，大家参详啊。啊，恁后生是老国师呢，啊，伊为着朝廷，为着这百姓，啊，解决遐尼侪困难。敢讲家己阿娘有代志，伊无就替你解决了，啊？我阿娘，有啥物苦衷你甲我讲，我一定想办法替你解决。是哩，我吃饱，你豆豆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天公伯，我们应该安怎让我理解世间一切？我哪会晓甲伊讲，这一切拢是因为我所引起的，是我对不起阮儿，是我害死阿秀，而且是满山，也是针对我来的。代志到这来，我哪会晓无走？不过即马大家拢在问我，我要应该安怎回答？我应该要怎做？阿娘，阿娘，你到底是安怎？到底是有啥物代志你袂当甲海里讲？我毋是叫你莫问啊，是安怎你咪一直问一直问？阿娘，你无怀疑甲讲袂要紧。嫌我害你，为了目睭紧紧，看到你安尼伤心艰苦，你到底有啥物烦恼？你甲害你讲，我害你替你分忧啊！你若是讲问，讲讲，你都是不好。阿娘。真是的。
你敢不过害你是关心你啊？你若是关心我，为什么才会生气？阿娘，到底是安怎？是不是害你问你话的态度无好？还是我想要替你分忧解劳？我唔对。 做唔对，文玲，这一切拢甲你无关的。你若是一直要问，阿娘阿娘只好离开。阿娘，老姑叔，老姑叔啊，你老夫人啊，即摆情绪正激动啊。 你都莫讲那么严啦，啊！为这人哦，比较小心些，啊！文玲，原谅我。 假使我甲当年我方做的代志讲出来，台面条都会引起风波，所以我真是袂用讲，袂用讲。日日夜夜心思念，千年万年袂变卦。你是我生命中。 我已经决定啊，你嘛爱保重。阿娘，文丽，好好照顾家己。阿娘要来走，你免送我，你也可以通行。阿娘，国民师傅，你唔通送我，老身受冻未起。哎呦，阿弥陀佛，老夫人啊！ 冻未起啊，冻未起，你都要问遐乡亲。各位大家，各位大夫啊，你这是要转啊，要走咯？各位乡亲，我确实是要转故乡啊。这段时间感谢大家的照顾，我梅玉林一定会记得心肝头。各位乡亲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 我梅玉林收到煤气这个大礼，你紧起来，紧起来！恁的手是提啥物件？这是包油啊的纸。这是龙胆草、青地黄、黄连，这是龙胆城关汤，乡亲。 我会记得你是因为血路，所以引起的头晕目眩，随时都会中风。我有跟你讲过，要长期的调养。小清凉汤，这位乡亲，你是虾姑，这都要随时注意。若是发病，无及时找到大夫，可能会有性命危险。阿弥陀佛。 老夫人，这乡亲啊，家的镜头，拢是需要长期调养的。可是讲你今晚若是离开，无人甲因医进西药，一旦啊病情甲压起来，你是要叫因找谁？啊，乡亲，你讲对无啊？袂大夫啊，你来乱无？来乱啊！我大家都需要你啦，来乱啦！老夫人，你唔知啊，阮这善食人的艰苦啦，就生活日头草，暝头草，连破病嘛无一去给大夫看。 就准讲有一条大夫看啦，大夫开的药方，伊嘛无在条通拆。
当时啊，大家目睭金金，看亲人过身。假使讲伊若有钱，看大夫，甲拆药方，要得甲够救呢。嗯，阿草，你讲了无唔对。老夫人啊，假使讲哦，你若真正无要顾这乡亲啊，那呢哦，就真正应着一句话啦，啊，无钱哦，袂堪要破病。是啊，阿娘，咱们这乡亲所受的撇子苦，害你早就死在天雷之下。你倒来，跟因斗三工，感谢因的恩典，好不好？我一直抓准讲，家己捌伫个青楼卖艺，搁犯着违背良心、拆散人骨肉的大错，害着阿秀为我来死，害着我的后生一生孤单。我实在是罪孽深重，不可原谅，嘛无抱孙的希望。人生实在无甚物价值啦。啊，不过原来也是有这么多人需要我，这么多人真心想要甲我留落来。老李，你搁为这乡亲哦留落来啊？魏大夫，魏大夫，魏大夫。你着进前吼，常常来食阮饭巢，我迄个万福客在收伊遐嘛。对啦对啦，梅大夫，紧嘞，紧救人哦！救人？人伫倒？阮客栈有一个人客，位足远个所在来，结果我今日去送烧水个时阵，伊就倒伫涂骹，毋知倒偌久啊，安尼真危险。啊，只是过去。阿草，啊？你甲我做伙来斗三工。哦。你遐讲话就是紧啦，你遐物件穿好。哦。